最近遭遇四连败的天使又轮到大谷翔平以投打二刀流的身份先发出赛，但是队友守备出现失误，让大谷在第一局下半就先丢掉一份非自责分，而且危机还没解除，大谷稳住阵脚来个88英里的快速直插球，让阿基拉挥了个大空棒，这一球移动轨迹相当具有迷惑性，也是大谷本场比赛的 DK。 1-2 Oh, the bat goes flying and the net is there for protection and that's going to be a strikeout for Cooper。天使前段战处于落后的局面，不过五局上半满垒的情况下， Mike Trout 先是挨了一记触身球，正中左膝关节，哇，真的好痛好痛！不过也追平了比数，而且下一棒就是先发投手大谷的打击机会。Did he ever help himself and the team out right here? And he does, goes the other way, points towards the dugout. One run comes in, another comes in.Angels take a 3-1 lead. Shohei Ohtani delivers. 两分打点一垒安打，大谷这一棒价值连城，不但反超马林鱼，也是他在大联盟生涯的第300分打点，继前辈铃木一朗和松井秀喜之后打点数第三高的日籍球员，就连球评都忍不住称赞大谷的打击技巧。What a swing! What a moment! Shohei Ohtani, the man is unbelievable.大谷不但是胜利打点的候选人，也有机会拿下胜投，所以要拼尽全力保住得来不易的荣誉。一个101英里的四缝线速球三振掉 Starlings， 良好一坏的情况下，大谷选择男子汉之间的正面对决，硬碰硬的结果让大谷拿下本场的第6K。The 0-2 swing and a miss, and he got him. 连续三场先发都有两位数三振的表现，大谷拿下本季的第8胜，也帮助球队终止四连败。TVBS 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